有人送了张照片，网上也出现了一些恶意帖子，说是经理人给自己的小男友运作的特殊照顾。这不胡说八道吗？三川这孩子吧，不应该因为这种事儿发展。最近透支训练的太严重了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赢得比赛，但我还是想再问你一句，你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只要我赢，哪怕一场，所有的那些质疑都站不住脚。等着我，其余的交给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《最好是你》，爱情而已。